狄干香、李八股、刘永富、刘永贵、罗秀才、半塘香、张本义、刘民利、刘才、乌岭村、王青山、王青路、王青福兄弟。投过帖的都回礼了。十村八乡的乡亲不在名册上，湘西村的离咱们宅子近，估计能来的照例都会来。太太，别念了，人还是往年那些人。白镇长到了没有啊？八坛子已久，昨天就差镇衙的白队长给咱们送过来了，人一会儿就到。哼。还有谁的礼呀？那汉良来信了没有啊？初九差回的人说，大少爷还在湘西呢。今年出单，大少爷头一回不在家。那郭洪孝呢？啊，和往年一样，辰时就到了。这会儿郭掌柜和三福小姐已经在中堂了。杨郭啊，哎。去给郭掌柜和三福小姐送些点心去。是，人家是来抬举我们的，咱们可别慢待了人家。嗯。杨过，哎，老爷的衣衫行头都准备好了吗？您看，好，那你们都到前院去吧。四时了，十村八乡的客人们。也该进院了。杨国，去看看二少爷，今天这日子不许让他穿得不伦不类的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这还长袍马褂的？这顶帽子也是太太吩咐要您戴的。今儿是大日子，大少爷不在家，太太吩咐您别到处乱跑。太太好，太太好。您就委屈两个时辰，过了午时，您就把衣服脱了。我问你，这玩意儿穿在我身上绊我一跟头怎么办？是这衣服重要啊，还是人重要啊？杨过啊，你帮我招呼客人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你发什么脾气啊？你吃不了就剩几个吧。没事，我都吃了它。妈忙着帮你爸更衣去，我们全家就春分这一回，知道吗？也许今年是最后一回了，快点吃，妈等着你啊！你说你，你看看你穿着什么呀？衣服，城里人都这么穿。小声点儿。城里人都这么穿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去祠堂。嗯？说什么？没听见？说什么？我不去祠堂。你稀罕耿家的鸡毛掸子？我不稀罕。白镇长。哦，杨惊人的胆子叫什么呀？老爷没出关嘛，还不知道。哦，许仙抬上来。老规矩，大家在花厅里用茶后感，请，请吧。请。发起钱了，请吧。站住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回太太话，这是每年春分按例散的喜钱。啊，散了几箱了？从40到50，按例每年是10箱。这规矩也是人定的。这是第几箱啊？这是第4箱了。我知道了。给佃农吓人的，你说寒碜不寒碜？真有钱，一把胆子10万两银子，从慈禧太后到现在能花得完。咱们每年也就是远远的在堂下看那么一眼，沾着财气儿喜气儿。凭什么镇长和光荣耀能上公堂呢？你看，这镇长有权，不像烧鸡铺有钱呢、老爷，该更衣了。司岑茶室的于师傅来了吗？他昨晚上就来了。今年。咱们的这把胆子叫什么呀？墨龙。墨龙。汉良、袁良接不上手，接不上也好，省得以后再张罗。说什么呢？上盘龙印印吧。哟，白镇长您来了，怎么？三福没来，镇长都来了，小女敢不来吗？上外头玩去了，年轻人嘛。我年年来，你也年年来，可我来和你来不一样。那是，镇长怎么能跟我一样呢？耿家的鸡毛掸子可是香木镇之宝啊！是。说是当世之宝都不为过。耿佩奇亲手扎的鸡毛掸子，你是喜欢到骨子里了？是，不光我一个人喜欢呢。您看外头的世道，不管它怎么变，那仗打的是烽火连天。可从当朝的老佛爷，到皇亲国戚啊。从现在的大总统到一个个大帅，他没有一个不买梗家胆子胀的。没那么邪乎吧？啊！您看，御赐的金匾在堂上挂着呢。 先前那可是10万两白银一把呀，现在也是5万块大洋一把，还每年春分只卖一回，排着队还不一定能请得上呢。17年了，每年春分这个时节，香木镇10村8乡的人都在咱们耿家过。一会儿胆子到了中堂，7日后请胆花船到湘西七里埠，这改不了。你每年都唠叨这事儿，也不嫌烦呢、啊。耿家不出胆，哪来请胆的船呢？还说，老爷，今天官胆趁着大伙儿都在。 你看，是不是让湘西以西租种咱们田地的佃户们，把3年欠收的租子全都给交上来？今后啊，不管是年辰好坏，租子啊，一分也不能少。哼，多嘴胆子的事儿还不够，你还想坏我耿佩奇的名声？老爷，种田交租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 咱们耿家的名声是光靠往外撒钱得来的吗？每年这时候啊，钱是一箱一箱的往外撒，一箱是20块，10箱呢就是200块。那又怎么样啊？加上花船的打点，在春分前后的7天呢，一共我们的花销就是1900块。我还没跟您算上，我们5年来欠镇衙门的。 那一城的苛税，那又怎么样啊？没怎么样。我们耿家出一把胆子，一把就能挣5万大洋，别人都知道，划得来。我能怎么样？老爷、太太，该请胆出关了。老爷。 我们耿家从今天起就不要再出胆子了。这些手艺，您留着自己玩可以。我们要对外宣布的话，就说是闭关收山。躲开！老爷，你要是觉得您抹不开面子的话，等待会儿我替你说。你敢？太太。 你让二少爷到堂上帮我招呼客人。是。三福。我以为你要招呼那帮老朽，不敢出来了呢。没我不敢的事儿。嘴硬。只要你说，我都能做到。新买的，让我骑骑。10块大洋，我爸用船运回来的。我爸就不肯花这钱给我买车骑。敢不敢到祠堂去骑？我呀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偷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走，上来。来上车。嗯。坐好啊。啊。走喽。哦。坐稳啊。嗯，小心点。这个家姓耿，谁要敢逆我的意思？ 我就让他永远没有说话的名分。可我是耿家的当家太太呀，我要说你不是，你就不是。老爷，您就是为了这把胆子，我可是为了这个家，我不怕没有名分。不怕？那你就试试。 秦胆的张生呢？在客厅候着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耿老爷，老爷，请。酒后了，各位乡亲父老，谢谢光临啊！抬，这位是前国务大臣、现中央财政厅徐副厅长的哦，年纪轻轻的，没看出来呀。徐厅长公务繁忙，小的张森前来湘西请胆的。姐，进来好啊！耿老爷，今年这胆子什么眼神啊？一会儿便知。哦，一会儿便知，一会儿便知。孟春，桃始花，石更鸣。 应化为鸠，仲春，塔鲫鱼，鸿雁来，草木萌动。春分，玄鸟至，雷乃发声，始电鸣。吉时到，请保胆出关。淑贤，出胆。是，老爷。白镇长，郭掌柜，各位父老乡亲，10多年了，我们都已经不是外人了。 我们耿家每年出胆，多谢你们都来捧场抬爱。耿家的胆子是湘木镇之宝啊，一年就出一把剑一次，其日后又顺湘西而下喽。就是，谁让外地人有大把的银子出得起呢？是啊，自从我们耿家的弘光宝胆进宫以后。 清太后赏了我们白银20万两，还赐了我们金匾1块。她让她的内务府大臣还赐了我们盘龙铜胆玉印。可以这么说，耿家的胆子真的是风光贵重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家老爷就不再多出胆子了，我们每年就出10把，9把9万两。 春分出关的那一把是10万两，现在改成现大洋5万。可10多年来，耿家的胆子从来都是被山外人来请的，我们湘木镇的各位财东们从来都没有张过口啊。名气藏于深山，理应远播山外啊。说着玩的，一年可就扎1把胆子。 你要我拿出来胆车，现在你告诉我是说着玩的。我就是说说而已。你给我在这等着。哎，袁良，等着。湘木镇有耿老爷在，宝胆就不会断根儿。每年春分照样有新胆出关。 要说耿老爷才是咱们香木镇的宝贝呀！就是。淑贤，老爷，您就没话跟大家说了吗？大家都是来看胆的。是啊，耿老爷，大家等着看宝胆，等着心都痒痒了。就是。今年的胆子是中央财政厅的徐副厅长请的，谢资，照例是现大洋5万。胆银7日后会随着送胆的花船在七里埠上岸。太太，二少爷把胆子拿出去了。把胆子请出来。二少爷，你们别管我！让开！胆子呢？各位乡亲，老爷，今年官胆我们改在祠堂了。谁定的？历来春分胆子不过中堂，7日后出胆在七里埠见光。老爷，规矩不都是人定出来的吗？今年官胆，我们与乡人同瞻。杨公，哎，老爷，胆子我让袁良请出去了。各位乡亲们，我知道，在我们厅上站着的是我们的贵客，在院外站着的是10里8乡的乡亲们，他们也都是冲着我们耿家的胆子来的。来，大家请，移步祠堂观胆。拿走了，我们没忍住。二少爷，把胆子是你说的，那你还真拿？你说我就做，以后没啥好的事儿，你就先别说，你就等着挨罚吧。胆子是我爸的命，我是我爸的儿子。我看看，这是今年出关的胆子。想不想看？莫柔。嗯，好。今年关南与乡人同展，你耿家的威仪声望更受荣宠了。站在这里，我们当镇长的都成你的陪衬了。没有湘西两岸的父老乡亲，就没有耿家这门手艺。哎，姐这时候。 还不表示表示啊！别光顾着手工带了。表示什么？哎，这里的一大半可都是你耿家的佃农啊！我们事先都已经发了。哎，几个喜钱算什么呀？不成，又要免地租啊！好。哎，各位乡亲们，耿老爷说了，今年官胆格外开心。 免湘西以西，耿姓名下百顷良田，一年地租。好。干什么呀？起来吧，身是筋骨，没人。是我自己想跪的。要是大少爷在家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。我爸和我妈吵什么呢？胆子是我拿出去的，又不是我妈。老爷太太。 怕不是因你的事争吵。嗯。这个家，我再也管不了了。我要带着汉良、颜良走。你怎么不说让我走呢？一张口就又免掉了一年的地租。你想过没有？从民国2年起，我们从我们家的地里收获了多少租子呀？要不然，你把我们湘西以西的地。 全都送给人算了。哎，那是我说要免的吗？白富贵这个人从来就没安什么好心，他是变着法子想搞垮我们耿家。1年的租金就能垮了？老爷，在你的心里头就只有你的胆子，为什么你不想看看咱们家的账本呢？我不看。 老爷，您现在连我都不想看了。我受够你了。你有本事把我给休了，再娶一个。这话是你说的？耿飞奇，今天官胆是我给你面子，要是7日以后我还在的话，你别想出胆。 我现在就休了你！好啊，立个字据。你，淑琴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、啊，你说痛快了，难不成每回都要我当听不见？怎么，现在你说的痛快了，难不成我就不能当真？我是一家之主，你是胆子的主人，你从来不把这个家放在心上。 还就不信了，我耿佩奇这一辈子就得受你这脾气。你找个柔顺的去啊！别逼我。我替你找。出什么事了？外面有人，好像是当兵的。老爷，老爷，外面来了很多人，好像是当兵的。什么人呢？不知道，都有枪。 是不是劫胆子的？回中堂去。是不是劫胆子的？不知道。莫龙还没换成大洋呢，他劫了也是鸡毛掸子呀！你少给我添乱！你回中堂去。怎么办吧？大少爷不在家，我没这事情。慌什么呀？看清楚多少人了吗？有5、6个。 开门！这里可是湘鲁镇耿佩奇耿老爷家。正是。夜过湘西，水极难渡。这女子的母亲是湘木镇白镇长的表亲。沿途路人说，耿家即是白家。 留他暂宿一晚，天明返老，送到白府。你们是哪儿的朋友啊？问他吧。你叫什么呀？ 带的午宴换身干衣服。是。不用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哎，你先睡吧，我去问问什么来路。咱们想什么，他就来什么。哎，你说什么呀？人家是来投亲戚的。老爷，我说是人了吗？ 我说的是这场雨，最多住一晚。你把它取回来，就不用住一晚了。哎，你这张嘴是从来不知道饶人是不是？刚见一面新的，就不习惯我了。我从来就没习惯过你。说什么？你无理取闹吗？那好，明天白天我陪你过湘西去白家。干什么？替你娶个小的。你。 没有。妈不是让你回中堂去的吗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去中堂跪着，白天闯的祸，你爸还没让你起来。怎么了你？咱家来了什么人啊？ 小妖精，什么人？出去吧，不关你的事。帮我把门关上。去吧。谁让你坐这儿的？出去！不用麻烦了，我就随便在这待到天亮就可以了。这是你随便待的地方吗？ 那我能去哪？ 出去！老爷，什么事说？那个女的不肯去厢房，说就在那儿坐一晚上。人呢？在中堂。都没问清楚什么来路，怎么能让人待在中堂呢？ 人呢？人呢？二少爷领后头去了，胡闹！不是让他在胆子面前跪着吗？出去。 我们家后门，你就在这待着吧。